欢迎回到，好，肥宅当家，什么？肥宅当家，女人就在玩她的小玩具，好的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乐不思蜀，玩爽没？玩爽没？益智嘛，洗老鼠，哎呦，是老鼠骑士来喽。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们这一趴呢，要玩这个他和他和他的澎湖湾，就是之前那个台湾自己一年多前还是什么时候我忘记了，渔港基隆的同一个制作团队，还有什么茉莉？哎，不得不说，说到那个渔港基隆，那次真的是蛮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是在麦卡贝上面玩。我们哎，那时候我好像有在，又好像没。很早之前，我忘记去年吗？对，很早之前。然后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呼声很高，大家很有兴趣。但是因为我没有兴趣时光，它的原因就是在麦卡贝上面一览无遗，就是从头一直看它的剧情。对啊，对啊，那种东西真的是不适合。A B G 来说的话，本身除非故事或是什么。对啊，除非它有足够更好的互动性，不然你就只是一直在看电子书而已。嗯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又要来试逛这个，是同一款吗？同一个制作团队的新作，反正就是几乎都是以台湾的在地历史，然后结合一些对，或结合一些新闻时事，再配图弄出一些剧情这样子。大部分剧情都是有这么一点灰暗，都是有一些政治性在里面一类的。反正我觉得还好，我们先进游戏画面吧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看起来很明亮，很澎湃，很青春，没错，画面主选看起来还不错啊，对，挺来劲的。这个呢，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，甚至还是希望各位自己回家玩玩看，去感受它。那我们这边还是就是像今天玩的 Star。啊，同一时间呢，因为那个东西实在太多了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 LD 都没有讲出口，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抽，我可以抽八个，抽八段，然后我们就一边玩它一边抽。抽 free。好，这边写着我们决定要离开了。好，我觉得念这个东西很麻烦，大家自己看了。我们一个画面看三秒，自己加油。你连念都不想念了。哎哎，阿伯加爸爸加爸爸。哎。大陆和来台湾，然后是到澎湖那个地方，跟着一些他的同学。降落伞，这边就可以快进降落伞。哎，这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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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错。丢出去，这个不错，这不错。哦，还蛮酷的。大兵输了，丢高一点。蛮好玩的吗？真想看他从五楼丢下去的感觉。真的哎，好想看他从高处那个。真的哇，好酷、喔，还蛮酷的哎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还要送一个塑胶袋包他？我想说这是风筝，降落伞。啊，降落伞哎，好像比大兵还强。真的哎。对啊，大兵输了。他是特战哎。真的也是伞兵。他是特战哎。开玩笑，拿个手榴弹来预设。开玩笑啊，那从上面登陆就被打死了。突然觉得这个比较好看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，是从什么时候哈？是从什么田都元帅，对吧？还是柳梦梅？夜深露重，往事如昨。啊，这边又给你图片啊，是不是？黄埔港仓皇上船，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听说舱底有几十辆战车，我们已经等候很久了。有军人发给我们饼干，因为大家又脏又臭的挤在一起，太阳好大。我拉着老师的衣服，我已经多天没有梳洗他，干爹我怕干爹这样说，老师我也好怕，我怕下个月你就不懂了，干爹。老师我想爹，我想娘。听说台湾有传染病，那个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。可是这些送我们来的军人有没有病，我们怎么知道？须别瞎说。老师竖起手指在嘴唇前。为了减低我们的痛苦和转移注意力，老师说：“见我们不懂这个局势，但是从此一去不回。听说背信忘义，一个女孩在我旁边大叫。”你是一句只挑两个字念，我记得她。然后就是老师，简单，我也是要去抽仙丹的吗？哎，明明就有那个配音员。来，邓玲问，她是在我这群人里面。老师苦笑而不答。总有一天，我知道。老师没有配音，这样子是杂语。因为主角是老师啦，就是我们自己配。哦，原来老师是主角，我猜的。哦，不是啊，他看来就是杂语嘛。第一章他原来是老师，不是。我还想说，因为主角所以他没有配音哎，原来不是鱼耶，还有 CB， 还有那个配音，有配音，我们家爸爸做红烧了。声音好耳熟哦，
就台湾配音员就这么几个、啊，好像那个台湾大车在讲笑话的那一个、啊。台湾大车。我想起家乡，什么样的针？什么没看到？我和香兰扛着鱼篓子，鱼上桌了，我夹起一块，地震，夹一块鱼就地震。震，不是炮打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是谁在叫我？哎、欸。欸、真的超像的、欸，就那几个人可以接，没办法。台湾配音员的生态非常的可怜。我揉了揉眼，才刚醒，这里的海风太大。香兰猛摇我的身子，原来是梦啊，做梦梦见鱼，做梦梦见鱼。哎呦，突然来了一个刀疤手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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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超灵呆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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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里的语调，我说怎么穿了制服？啊，连他都有配音啊！这个声音很年轻哎！阿鬼还会讲人话，阿鬼原来是我们志豪哥啊！我们认识的志豪很多啊！豪哥，豪哥，因为我是学生，我想说就穿着，就想说穿着。哦，他会讲，那就给人家讲了。哦，我则觉得食不下咽，或许是因为还不习惯的关系，无论这里的浙菜还是气候，气候。搭着军船逃难到这座岛上来，虽然已经比较能适应，海放刮来的风不止强，还是洗不掉上头的盐巴，因为这样的海风刮坏了，怎么说东西了？来来抽了，他要盛了一碗粥吃起来，毕竟是当地人。不过，从去年十月离乡以来，这一桌清粥配制菜，我把筷子移向我的亲手。啊，爸爸，我还要。爸爸，我还要哎、欸，好像国文课本上面的那个。爸爸，我还要。那个题目，有这种时候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别噎着了，没人跟你抢了，没人跟你抢。我觉得你的声音跟他可能会比较搭一点。那可是他已经有配了，我可以配那个妹妹啊，妹妹很好配。都下吧，哎、欸，我这是抽到时钟。都下吧，你这是抽到什么？时钟，小那个小时钟，小电子钟哦，小电子钟。而且他还真的有时间、啊、真的。而且时间还超不准的。虽然阳春了点，不过还行啊。他4月15号，哎、欸，还可以调啊，其实是可以调。怎么调？嗯，应该有组合键，不过他如果没有那个说明书，我在猜没有组合键。再抽。啊，明天没有。你是在看错啊？不是，走出大门了，突然就走出大门。离开老家了，有没有？楼风度呢？啊，栖风度。都说凤凰飞雾同不止，飞炼石不食，飞酿泉不饮。八七凤凰。耶吧耶吧！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卢巧雪，啊，巧云，云妹。乱念，连名字都开始乱念了。澎湖湾谁不认识云妹？挺可爱，挺可爱。W 嘴，好，因为听不懂，所以在讲什么，我知道跳掉了，真的是不懂。姐姐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头比他身体还大，有点恐怖。跳翘课，哎，像我一样都不扎发型不就好了？不扎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好好，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快拿下来，姐姐快拿下来。台湾大车就要讲笑话。另外一个角色，来讲话。讲哦，不是，不要听这个，不是志豪，志豪哥，我们来来一个，林哥，林哥是来打个招呼的，打了，挺好的。问我带东西来的人说，要说的话都写在盒子里的纸条呢。村长打开瞧过，便知了。便知了啊！村长一面苦笑抓头，一面收下了盒子，说不定是不识字。哦，真的，哎，不识字，哎。邓兰身影消失了，志豪哥又出现了，你这是拿到什么？战车！哎哎哎哎，好会，好强哦！破坏力挺惊人的，飞去哪里了？破坏很强哎，哎，还蛮……这小玩具的破坏力射蛮远的，真的哎！他棉去哪里啊？好猛哦！哇塞，大男哎！他射速好高啊，真的高射速哎，这很强，这很强！哎，破惊人哎，这小玩具的破炮，这比那个上次那个射那个弓箭好多了，破炮射击哎，这怎么样？要往弓里面压，往里面压，用力压。压到底吗？没有啊，里面的弹簧看起来被我压坏了。我你是白痴，里面弹簧被我压坏了，砰跳就坏了，坏吗？打一炮就坏了，壞了真的，你把它压歪了、欸，你这破坏者，我看一下，没有办法让大家看看这炮击威力有多强。我还成就他，来来来，我们靠我们手语大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突然之间我们就度过了这段。
这第一话结束，太快了吧？第一天结束，序章，大概做了一会儿啊，又要被念叨了。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大海、大地、大天。喂，毛毛很可爱的，潘潘。哪里啊，臭牛？哪里有毛毛？哎，走开，走开！雨水喷着我了，喷着我。你要把牛切。草最多的地方当然是坟墓边啦。坟墓边吃草，好吃。好，出现了。哎呦，这好像有点像那个哦，看起来像是女的男的。男的女的，看他的名字。一包小孩们，然后他就只是小孩们而已。不可能有这样的那个，一定是重要角色，而且他名字是问号。要紧的地方。哦，而且他跟这个你是女字旁，看来是妹啦。他是长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。啊，一方。哦，最近有太多这种东西，我看得越来越干。姐姐。这位姐姐是谁？孙怡芳啊，刚不就写在画面上。回乡都是山东来的学生。山东来的。山东来。哦，还真的耶，没看到你穿制服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同乡啊。也都记不真切。他戴的是海军吗？啊，海军帽啊，太恶心了，赶快跳掉。你不也海军吗？有没有看到同梯的？没有，看到同一个感觉就回忆起不好的感觉。哎，有。哎呦。有。要怎么样呢？快撤手回台湾，还是回山东好？要回山东老家，还是去台湾好呢？台湾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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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一个。台湾。不给你选，你会不会啊？按 Enter 嘞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强迫回山东。嘿。没有。哎，我要去台湾啊。往好的方面想，我们这些学生。所以嘞。去台湾好、欸，你是已经选到台湾有了吧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选项吧？你第一次你按他选项已经过了，哎、欸，修好了、欸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是吗？真的就可以打炮了吗？可以，你把它往那个往下扣就好了。哪一个？这个？你会不会射击啊？射击。往下压。下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根本没修好。我修好了，怎么可能？你打一炮看看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不是？看来你的修复能力非常差哦。怎么可能？不会 debug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这是邓林妹啊，澎湖湾谁不认识林妹？有，我们突然来到了防空洞了，深山防洞。好，表情会变，请来劲儿。哦，露个奶。哦，不够露。傻逼死画面。真假的？这个是在剪接之后太大了吧？这个是要跳过的意思吗？我突然之间不会用键盘了，抱歉。干嘛？哎、欸，好大啊、喔！太扯了。为了维持良好的这个网络礼仪，我们只好再把它跳过。我随便啦，随意啦，都好啦，没差啦。这四个是有差吗？随便一个。太大了吧？哎、欸，原来他胸部这么大，看不出来呢。他有蚕呐、啊。哎呦，蚕胸没有？那、哎啊、这个反而就没这么好看了，普通。角度不对啦，角度。哦，他是男孩子。啊，只有你反而是男的。妈。去。结果居然是你，是一包。是不是？来，大家最喜欢看一包了，是不是？刚刚那个没看的，就用这边补回来吧。一包是你。哗啦。原来是一包。第一章就 end 了。完全不知道讲了什么，只知道要回山东。好，看来是这个是体验版是吧？好，谢谢大家体验版。好快啊，我们赶上了。你这样把体验版玩完了，挺好的啊，我觉得蛮实在的。好什么好了？如果大家对这种文字冒险类游戏有興趣的話，这根本没有冒险成分在。它应该跟刚刚的选项有关系啊，就是你选了之后会有，我怎么变得怎么你把它压出来了、啊？你把它弄不出来、啊，没有，它里面弹簧已经歪掉了，你把它压歪了。我来修看。不行啊，你拆开就知道它里面弹簧已经歪了。有必要什么还没抽的吗？有啊，那你去抽，顺便我刚抽两个，我再抽两个，我要抽 free 的。刚刚呢，以上我们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他的澎湖湾啊，是我们国产的这个。没戏了、欸，对，文字冒险游戏。那我一直觉得这种游戏实在是不太适合实况，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选选项，然后看剧情而已，不用选题。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购买，然后研究。然后到时候你如果全破之后呢，欢迎到我们麦卡贝的粉丝团分享你的心得，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会去看。那可以这样吗？分享心得在上面？可以。这什么、啊？这很复杂啊、哦！这是哨子吗？
哇，他的弹网已经歪成这样，好可惜，就跟你说你把它压坏了，没办法、啊、我怎么知道他也是可以射出去的、哦、嗯，有可能哦，他这个本身做的就不是很好呢，不过这样有点可惜，我看他射力还蛮强的，就你把它弄坏了。现在剩多久？剩多久？不是吧，这应该是射球的吧。哎呀呀，那为什么要这个？那个，哎呦，哦，装下面的。装下面。你玩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里面的小玩具意外都还蛮好玩的吧？是吗？这是哨子吗？就是至少它还蛮有力的，不是阳春到那种完全做不出什么事情来。没有这个，像这个就是这个，因为它看起来蛮长，你可以拿来鞭打人啊。这个吗？对啊，你来挥挥看，你拿一鞭，然后拿去挥，有啊，有鞭打的感觉。没什么 feel 哎、欸，那你可以用力一点、啊，就糟糕了。我们 LG 最喜欢了，没错，哦，还没错，没错，太不给力了，不够力，不喜欢。你在那边干嘛？捡球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怎么不见？屌吧，他会飘，他要变魔术哎、欸！你不是还没抽完吗？你不是还没抽完？变魔术嘞！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下面要设进这个，有没有这握把器跟没差？我知道啊，你射了以后，然后拿下面这个去接。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办到？你射了以后，我再把它打飞。再抄，再抄。他。出三就这样玩完了。闪兵啊！闪兵挂在树上，这挂在树上死了。挂在树上通常都会死掉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不是被敌军打下来，就是在那边饿死，在上面被惨，要么是被勒死，三种选一个。有货了哎！哇，最惨哎！看来你不是伞兵的料，真的没当过，你知道？或者是条狗？这就是那个啊，欸、好了、欸，这跟着一起的啊，这就是一个勾一个，哎、有没有？抓到马吉了，哎呦，抓到他马吉嘞，马吉，哇，马吉，哎、欸、哎，开火车，哇，马吉耶，好朋友车车，就这样甩啊，干嘛我笑的？意外他脖子被勒爆了，再来嘞，还有吗？他脖子被勒爆了，可是没差，他就是用脖子在挂那个跳伞，真的蛮远的，有蛮来劲的，我觉得不错，修好，失败了，哇，你也不是伞兵的料，好烂，哎，对，还有什么没看过的动画？去，可以吧？从上往下就好了。我挺来劲儿的。哎呦哎，他变，你把那个头凹回来了。啊、看来我就是修复大师了。我是不想要硬凹回来，我想说算了。这个应该也是 free 的。啊、我试试看。好乱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钱包。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啊？这装印章用的吗？哎、啊欸，泡面。哦，真的哎，装印章用的那种。啊，挺来劲儿。来不及了，何姐她已死去了，算了吧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的？刚刚中的，刚刚你刚射出去那个嘞，装香肠，就射去哪里了？你把子弹射到那个，有在脚下，在脚下，哈鲁脚下。哦，给我。啊，这是什么小包？这是放刚刚那个星星肠。来，哦，一组的哦，组合搭配，好高级哦。对，所以你看个时间，你要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现在几点，然后再把它锁回去。放回去，又不是黄金怀表。哇塞，我觉得这个黑包最没用，放给干嘛？黑包，然后还有马吉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不意了，这个应该是神奇宝贝还是数码宝贝？你挖挖看嘛，挖看嘛。那个真的，这个是那个哎、欸，某个早餐的那只吉祥物哎、欸，那个早餐麦片的。啊、好久、哦、好久没看到了。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？就早餐加牛奶那个、啊、那个麦片。麦片吧。对。那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湖的？呼呼呼。喂。呼呼。哎、欸，我射到。哇，你炮击能力蛮强。这么近，射完。蛮远的。再一次。这是烂炮兵哎、欸。喂，好。来，再打一炮。大家看好，处刑画面。处刑啊。行不行啊？你弄坏了，出不来了，你是没有卡紧啊？你要卡进去，你要有嘎一带嘎的感觉。要亲一下。哎呦，决定吗？这是坏，应该是弹簧歪掉了。好像歪掉了，好像没有。哎，真的，它弹簧整个歪到。就跟你说，就跟你说，你那时候破坏掉它了。现在火力强大，我再玩。拿老鼠来射。没有老鼠好像比较有力，老鼠咬人的画面。这
谁老鼠都射不出来，等一下，破烂。这个老鼠刚刚谁动过啊？有。有了吗？哇，你捅到屁眼嘞！好变态的画面。有了吧？这吧这集要按很大力耶。还用力。好，前前一边。射，开始射击。射 ，Q 他 ，Q 他脸上。我要不下去。射。我不下去，行不行啊？超烂，是啊，怪啊，你在坏了啦，被玩坏了啦。哦、oh! ，打到，结果后面的往后弹、欸，反弹攻击、欸，方向错啊，方向错了啦，难怪，可以，这次可以了，三二一。报告长官，不发火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发火，怎麼會這樣我枪没力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看，叶子好好搞。哎、欸，尊重一点嘞、欸，打我嘞、欸、！Nike 鞋哪里 ？Nike 鞋 ，Nike 鞋，这是铅那个削铅笔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真的很炫嘞、欸，你要很有那个嘞、欸、，Nike 鞋，你要有一定的运气才能拿到好宝、欸。行不行啊？我在看这东西怎么插嘛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比较容易射出去，上下倒。啊，这样这样，它这没什么威力。再转一次，小红球、啊、这个朝下，对，这样比较好射。啊，这样比较好射，是吗？哎、欸，你的正面在哪里？这里。啊，不是啊，试试看，行不行啊？死吧！有哎、欸，烂包皮，这不是怕我的老鼠吗？我没当过老鼠，我连突击都没。突击你可以射歪。好，这老鼠意外还蛮有力的，还行，还有什么可以玩的？我觉得 Nike 鞋比较好笑，虽然也是废的，哎、欸，它是削铅笔机呢。你现在才发现的、啊？我靠，卡片呢？卡包？哇塞，削铅笔机，好猛哦、喔！这是。这在15年前的小朋友变身公主，还可以抽闪卡，还可以抽闪卡，有 P 瓦吗？我想到以前玩游戏王会先抽一下卡，真的有 SSR 吗？啊，它后面是迷宫啊，后面还有什么？没有，不一定，它有些是什么？是笑话吗？之类的，就是一些哇塞，不是啊，它背后有字啊，这是笑话吗？那个台湾大车都应该都从这边看来的，变身公主，真的，来给我一张我看一下，我看看抽牌。走咯，糖果屋从天而降了，毁灭豆再度出现，导致童话故事里的糖果屋掉到了人间来。到底是这应该是这只角色设定吧？变身公主没有，它是童话故事，它是童话故事，这太炫了，我没有办法理解了。然后后面有迷宫，我这个是它有迷宫，对，它的迷宫，这也是抽到烂卡的感觉。我没有闪卡，我有抽到 SSR。哦，真的，你有闪卡，这个大概就只是金粮而已。这张应该有 SS， 普通精良。这应该有 R 卡以上，它会闪，其他张都不会。会闪就屁用。其他闪，哇塞，其他张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你都咬死人家，而且还打到迷目。成功了。我们玩这东西玩这么开心啊！抽到闪卡，是闪卡，寓意同志时，好像很厉害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已经10点多了，天哪、啊！哦，10点多了，不玩了。下次再玩，下次再玩。是不是？这个剩下的呢，就交给明天还是谁，看他们自己慢慢玩哈。然后以上这些垃圾，我就要麻烦工作人员，真是可惜。大家可以留着做小玩具、啊，对啊，可以拿去送给小朋友啊，挺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们今天感谢这个 Kingston MX 赞助播出。那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，现在的照，再见，拜拜。